98年就通过了。98年就是师范，然后开始九月，然后我是99年，我这边我古山区公所，他要好好的引用这一些人，那就善待这一些人，善待这一些人。像啊，那这些人就是说刚刚讲的这群人是怎么样形成的？就是我这些社会劳动力。所以你认为这个的制度这样子其实是很好的？我认为是非常棒，我们要做到圆满，跟每一个不只是双赢三赢，我们要通通赢了，百姓赢了，他改善他的环境了，我们机关赢了，我们做到服务了，地方法院赢了，他们把这些人弄出去换，要消耗掉，可能要关啊，或是要剥夺他们的权利的，变成说他贡献出他的能力出来，那赢了，那本身受刑人赢了啊，也没有来关，也没交钱，啊，底下走，啊，搁做还算欢喜，啊，搁做有向心力，有当时毕业啊，搁招来找里长泡茶，就好个呀。啊，社会上安尼呈现一个圆满的状态，我讲讲有何不可？能够把它做大，就做得更大一点。啊，这底下。每个礼拜都有差，最近这个志工他不能做了，所以就变我们有点久没有差。我们每个礼拜五跟礼拜六下午都有举行这个插油的活动。哦，插油其实是用开放式的，用没有插油是志工在做的，我们就是长期的志工在做，因为插油要爬上去比较危险一点，我们就没有开放给一般民众，我们就有开放给长期的志工。哦，啊，那个油的调配嘞？油的调配基本上我们就是少量的机油，然后加上其他的柴油。对啦，哦，录起来录啊。但伊两边生活也是干嘛皮、油啊皮、柠檬皮，迄类的，伊会较偏个味会较香，哦，较袂安尼臭。啊，伊大概300公克哈，咱差不多加了100公克啊嘛。嗯，然后呢，果皮、叶皮。树叶也可以，只要新鲜的。哦，新鲜的啦。它有酵素。哦，它有酵素。你来当地来吃汤。哦。啊，你知道贵阳，你来贵阳。哦。都物质来的，啊，这物质来源包括咱这物件嘛，物质来，这些物件拢敢大卖。哦。你拢买买小啊小鱼小，伊内面你像塑化剂嘛拢出来，啊，其实小不一定好货啦。啊！但是因为咱做这物件，无家己去珍惜哦。你需要改变一下你的想法，是要有感觉。你若免开啊侪钱嘛，哦，做这物件你免开啊侪钱。你想你这个洗碗巾，你也当一罐变做10罐用。啊，你洗面的、洗手的，其实嘛，啥都洗手。